你的是绝不迟到的秒出门懒人穿搭术，不管是冬天爱赖床，或者是你站在衣柜前不知道穿什么衣服，甚至是你不知道穿什么就选择翘课。那像我自己呢，是因为身为妈妈之后，觉得时间不是自己的，常常化妆保养加上出门要五分钟搞定才会变黄脸婆，所以呢，我就根据我的经验统计了以下几点，介绍给你们喽。首先第一招就是挑选假两件的衣服，省去搭配的时间，套上就出门咯。那像这一件的话呢，因为它有小露相间的设计，所以穿起来也格外显得个性有自信。那我搭配的原则呢，就是上宽下窄，然后像是这种衬衫半长不短的话呢，你可以选择扎一边在裤子里面，这样看起来腿会显得更长哦。那像这一件呢，是针织背心加上衬衫的假两件，非常适合上班族，套上它就可以快速出门咯。第二招呢，就直接套上一件 one piece 的连身洋装，或者是选择套装，甚至是你可以看模特儿他身上的一整套直接买了，这样子你可以省去搭配的时间，就非常快速咯。那像这一套的话呢，它虽然看起来还蛮休闲的，可是呢，它可以分开穿，它里面呢就是一件背心，里面可以搭个 T 恤啊、长版 T 之类的套在一起，这样看起来呢也还蛮有学院风的，学生还蛮适合的哦。还蛮特别的是，它是一个经典的卡其色大衣，但是它的袖子是可以拆掉，变成一个连身的一个背心，还蛮实搭的。那这一套呢，就非常的休闲，适合运动，它有内刷毛，所以还蛮保暖的，弹性很大，其实穿起来很舒服。请记得带上名牌包，这样子呢，别人就会觉得说，他其实是很有品味的人哦，只是今天随便穿了一点点，或者呢是他的时尚，我好像没有办法理解，可是也不好意思说什么。那不然的话，就是人家会觉得，你穿得太邋遢了，背的包包有可能是仿冒品，所以建议名牌包的话呢，可以挑选就是比较特别的款式，不要是满街都有仿冒品的那一些款式哦。第四个终极绝招呢，就是套上长版风衣，就算你里面穿的是睡衣或者是没穿内衣，也没有人会看见咯。不过拖鞋要记得换哦。那当然咯，如果你懒得整理头发，就戴上帽子；懒得化妆，就戴大墨镜。不过缺点呢，就是你可能一整天都不可以拿下来了。以上呢就是佩莉的快速出门穿搭技巧的分享。那看得到的所有单品呢，都是在淘宝上面可以找得到哦。我也有列出它的品牌名称，然后还有是卖家的名称，你可以自己上网搜寻。好，那最后呢，就祝大家快速出门都很美丽，然后把省下来的时间可以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。